上就要 WHA 开幕了，嗯哼，这边呢行程准备有没有决定了代表团有哪些人会过去？哎，那大概就是说包括我们代表我两位顾问，哈，那一位是郭旭松，一位是吴运东，那还有四署的署长跟医师，啊，将会陪同过去。嘿，您对于能不能入场旁听，现在有没有把握？您怎么评估？我抱着很小的期待。整个那个跟那个其他国家双边会谈的准备的状况怎样？您昨天大概说会谈的场次不会少，那么大概有哪一些国家？是不是还有新南向国家在内？这边都不便透露这相关的讯息了哈，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情势也是非常的险峻了哈，那太多的讯息可能会干扰我们这样双边会议的进行。由于今天我们没有邀请函嘛，那我们部长您怎么定位我们此行这一次？我们定位这此行就是开始行动嘛哈，未来参与的做第一步的准备。部长，就是有传出说七月份内阁可能会做一些调整，那部长怎么看？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吧，这应该是，我想是上位的人他们有自己一个通盘的考量，我相信一定会做出一个最佳的判断，那对整体的情势做最好的安排。